带着至少接俩来半年过来了，一人一只。这个稍微多点儿，那个控制了一下，大家竞猜一下。我再不来了。咱们去竞猜一下能花多少钱，上门口结账去。走吧。都啥呀？应该过滤过滤啊。AD 钙奶呢？哎呦，蒙上人家串门到处喝，对，招待客人的。对对。嗯，看看，还有柳树莓。你往这瞅，不上我姑娘拿的。魔芋爽。嗯，我也要了一个。哎，这个这是你选的啊？对，那个算我自己账上啊。猴了。你们消费多少？俺们消费118。妈呀，这么贵呢！俏俏买的东西多，而且大，关键是他要招待俺们家人啊。磨磨算你家不得招待一下吗？你知道单大是啥事吗？嗯，我有一张卡里有7块钱，过期了。对呀、啊，它有期限的。我不知道啊。谁给报销一下子？回去找你爸爸去。行啊，这回你的年货办完了，对不对？你的也办完了吧？咱就没有别的年货了吧？嗯，接下来我们大人自己办了啊，你们也不用跟来了。这些好东西过去了，先把东西存上，咱们上楼。哎呀，这个大呀！每次上这楼上吃饭都要路过这个电玩城，都得过过眼瘾。完了吗？出不来了。姐，我想起个事儿，你记不记得小猴很小的时候在那边玩那个转盘的，那房顶的那孙悟空练的一圈一圈的。都吃啥呀？我跟萌萌我俩其实一点都不饿，我俩下午吃的饭、啊。然后刚才你说你想吃冷面，啊、眼睛都亮了。到底吃啥？我俩不吃。冷面。对。我要吃冷面。那我去垫吧垫吧，跟你垫吧垫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大姨说想吃馄饨。我吃凉皮儿，行，买凉皮儿去。那你俩整点小零食呗，坐俺俩旁边。不是，我俩看看。有那个钵钵鸡。行，钵钵鸡。还有钵钵鸡去。先给我姑娘来份凉拌面。你下班了吧？上那头。好，放这儿。你在这坐着等着啊，我去看我吃啥。我吃点反常的吧，点碗冷面行。哎，他们娘俩吃点，我点了点钵钵鸡。俏俏来两串。啥意思呀，姑娘？来点，俏俏来个大牛肉。馋哭了，你尝尝。谢谢。把口罩摘了，姑娘。好吃吗？那妈给你点一碗。你跟你大姨蹭冷面吗？你妈真点冷面去了？真点冷面去了？那我点冷面了啊，我就要汤了。歇老得了你。我的御婴发型师。我老鬼了，歇这玩意儿。不是，这你利索。那你在家你咋不整呢？我着急嘛。哎妈，俺俩出来都几点了？还坐公交车，干打车打不着。我来坐车坐车来了，我姐夫给我拿筷子。咋的？相中他的那个凉拌面了？尝了一下，不好吃。然后我来蹭你的冷面汤。行。那我蹭啥呀？你瞅着得了，你再一蹭，俺娘俩没得吃。我捡钵钵鸡了，你们去吃吧。慢点吃，等我一会儿啊。我喝点汤给你。我多要了点汤。这小跟班儿，啥的啥的汤，没有啊，黄的呢，你看，看你撒了，边喝边吃，萌最爱喝冷面，他家有那个套餐加锅包肉，苹果，嗯，来吧，萌萌吃吗？萌吃鸡蛋吧，吃丸子，来点面条。谢谢。
这吃的挺杂呀，你这一天。他跟我一样，特别爱吃冷面。其实我们这屋里面老热老热了，要冷我不太寻思啥的啊。你看我们都没穿羽绒服进这屋，这屋穿不住。为啥不给冷面汤勺啊？不知道啊。看这冷面碗啊，这是盆，这大不大？你吓不吓人？不得不夸赞百货大楼的这个服务啊，是不是？吃完就开始吃了，走吧。文明餐桌，浪费可耻，节约为荣。俺们吃的老干净了，井上都没有饭粒子，我都给舔了。没吃。